大家好 ，S 车道咁，今次就介绍 Marco 改嘅掌上巴士。咁佢今次就将呢架黄色底嘅就改咗架城巴啦。系啦，咁今次佢啲线都画直咗啦。尽量画啦，但车尾嗰个真系搞唔掂。车尾，都唔系嘅。车尾呢、這个车尾灯系原本已经有噶啦嘛？车尾灯原本，因为佢原本系黑色，我要走翻去，所以就揾啲。紅色我冚一冚佢，跟住再揾啲乜黑點。點翻啲黑色 ，OK。點翻嗰啲燈出嚟。原本有冇路線牌嘅？原本有。嗯哼，咁佢依家改咗筲箕灣嘅77啦。原本九巴咁嘅，九巴八毫絲，跟住有紅色噶嘛，嗰、那個內容係。紅咩啊？我都唔知咩，好似係。即係拆咗架車，改埋入面啲座位。噴咗油咯。哦，即係入面紅色都變咗紫色，勁啊！咁呢架係1:120啦，所以我擺架成八，唔係一擺架八板即刻好怪，矮咗，長度依一樣喎，係呢架短啲嘅11.幾米喎，幾好笑，係啦，咁我合金屬底添啊，超型，係啦，咁呢架都冇版權都幾貴下，都50幾啊嘛，你算啦，你多成嚿水啦，你多成嚿水有冇搞錯啊？有搞錯。系啦，咁啊好啦，今次架车嘅介绍就嚟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